and have a celebration, a celebration. The music up, the windows down. Yeah, we'll be doing what we do, just pretending that we're cool, and we know it too. Yeah, we'll keep doing what we do, just pretending that we're cool. So tonight, let's go crazy, crazy, crazy till we see the sun. I know we only met, but let's pretend it's love and never, never, never stop for anyone. Tonight, let's get some and live while we are. 老婆，我爱你，我们都要幸福一辈子，要每天快快乐乐的。好。多久的时候，有一天突然发现他的左眼的眼角有一颗痣，我的右眼眼角有一颗痣。他说：“嗯，太巧了吧，就有点像对称的感觉。”然后我们两个胎记的那个图案也有点像，觉得一切可能就是注定好的吧。那时候我们大学的时候，我们会跟一些朋友出去，一三有带导盲去遛膀胱嘛，然后跟他跑，就是跟他跑步啊，然后遛膀胱的时候，我觉得他的那个身影很可爱，陪伴玩耍的样子我很喜欢。好朋友们在旁边见证的那种感觉，但不用太多人，就是我只要我身边好朋友在就好了，这样子哈。我以为他就是很难跟朋友出去吃饭，因为他有没有讲说要跟朋友吃饭？对，结果打开看到他就是准备的婚礼，就是求婚的现场，就很想说什么，现在怎么回事？就是大家怎么都看着我这样，然后看到他做就是影片，用那做影片，我觉得。好，还没退。一二三，梁雨珊，我爱娶你的，加油加油加油！好快，好，一分钟过了，一分钟过了。有声音。睡直。天生。细心。正确。蟑螂，所以如果在房间或者在路上，他只要看到蟑螂，如果在路上的话，他看到蟑螂，他会马上把我换到另外一边。有打到有抓起来的时候才跟你说啊处理好，如果没有讲话，我就当作没事情发生。如果蟑螂跑掉的话，就不讲，因为怕你会有那种负担。就完成。所以就知道一定要处理好，一定要抓到那个蟑螂才能结束。如果跟我讲的话，我会睡不着，会真的睡不着，就会说很吵，对，这个房间不要。
那我们结婚了，然后我会做好老公的角色，照顾好老婆还有家庭。以后蟑螂都交给我来打吧。好，家里不会出现蟑螂。谢谢你。